设定。录制的部分。因为它以往不是有个 display 吗？现在像你的 LCD 的显示，它没有状态。或者是拍摄的方式，通常设定你画质尺寸，应该是在设定里面就，它有好多功能啊，你要弄这个，它跟我的很类似。对啊 ，HDMI， 等一下，不是我只要状态，我只要看到状态。就是 display 的啊，你要全部都显示出来，我知道你在讲什么。记得是在，它这个跟我那一台很像。嚯、哦！我跟我讲，旁边还有假的皮，是皮的呢。摄影灯。书，影音不是。相机麦克风在这里。再往下，好，我想要变得这么复杂，以前做一个 display 就可以了。第二十三届台湾民政府法治建国会研究会，甲第六届原住民法治建国会的演习员啊，咱即马来开始，咱请主席就位。请所有全体学员起立。咱要大声来演奏，这块土地是咱的，来代表台湾的国歌。
来咧潇洒哦，啊，伊就来咧台湾。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好啊。你即卖有问题？你即卖卖考虑。啊，今日是咱法律建国学院23届五年级会，啊，甲这个关注的第2届，啊，这表示咱五年。去年的1月14、15、16，我若无记着的吼，那是第一届。第一届的时阵，到即摆到年底，到去年底，2011年年底，总共有12届。啊，大专的夏令营有4届吼，啊，这个原住民有5届，总共伫这个所在，咱有将近1500人来接受咱的。法律建国论述的这个系列，在2010年的时阵，咱这个团体，咱的法律建国会的核心的人物啦，就是讲核心的一挂工作人员，但是无超过20人啊。那经过去年，大家聚集咱的同心来参与，所以咱已经有。1500个基本的干部，所以这就是咱诶法律论述是正确的。正当足是热情的团体，讲因的活动哪来哪衰火，哪哪里火吼，哪哪无人，拢是我老火的时阵，咱的法律建国会人已增加，而且咱老中青三代。差不多平均平均，老岁较侪岁，30岁，啊中年诶遮40、50岁，啊是60岁左右遮，哦壮壮诶人才，啊超过30岁，少年诶，对10几岁啊，遮是30岁遮，嘛超30岁，足甘心诶呢。我咧来伫即个所在一年过去一年吼，看有，会使讲有看到即个咱少年囡仔，少年家。10几岁啊吼，啊听爸爸妈妈咧讲公务员嘛要来受训，啊有一个吼高二学生啊，伊看到网络叫陈慧文啊，看网络先吼，啊家己学都歹起来，拢来参加受训咧。我咱咧座谈会先吼，咱有分组座谈啦。我伊嘛讲安尼头头是道咧，哦我足感谢咧，我讲你若有时间吼。礼拜拢来，来遮做义工，吼，啊，有哩车票，啊，伊讲，伊还等于问爸爸妈妈，啊，叫我来一届尔尔，我足希望伊会当吼，若有时间较早来，一个高二个学生，看到网络，伊感觉讲咱这个论述足特别个，伊讲，伊所看个只要有话物件吼，拢我都会感觉满足，伊讲这个论述真好，爱着来上课呢。啊，所以啊，咱过去一冬啊。2011年啊，咱做足济足济代志。除了讲咱来伫遮训练人才，吼、哦，准备讲有一天，咱要来甲